交给刘铮，刘铮不着急攻，攻，哎哎，王哲林这一下因为怕对手在自己身上犯规，刚才三分以后就一波球权，现在其实对于青岛队是有热啊。上海队是一定踩在三分线防，绝对不给对手投三分球机会。王睿泽，王睿泽三分球命中，哇，漂亮！王睿泽太硬了，王睿泽这个三分球太硬了，要迎来双加时了吗？我们回过头去再去看大王的场，交给刘铮，刘铮不着急攻，哎。王哲林这一下因为怕对手在自己身上犯规，刚才三分以后就一波球权，现在其实对于青岛队是有机热啊。上海队是一定踩在三分线防，绝对不给对手投三分球机会。王睿泽，王睿泽三分球命中，哇，漂亮！王睿泽太硬了，王睿泽这个三分球太硬了，要迎来双加时了吗？我们回过头去再去看大王的场。